年代的大家阿曼。啊，今天呢，搁再一道，咱一礼拜一届易经初级班吼。啊，今天已经进入了咱易经初级班的第十节啦，吼啊，时间真正足无情的，吼啊，所以咱有遮好姻缘啊，拢就是占着咱天文书的啊，祖师的风烛，咱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甲咱前人各位点传书的提拔，使咱呢有遮好姻缘，搁来研究易经的心法，甲咱得通的心法吼。来，啊，咱今日呢，就是要咱报告周易，因为呢，咱今读个易经叫做周易，吼，周朝易经啊，还是周文王所创造易经，拢会通，吼，因为呢，较早有分连三易甲归藏易，吼，啊，所以咱今拢无连研究遐，听讲呢，这两部拢就是足复杂，啊，又有周易吼，上介好研究就对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今个研究易经大部分拢读周易上介济，吼。啊，伊有分上经甲下经，吼、哦，咱64卦嘛，吼、哦，对无？啊，30卦，吼、哦，咱都有背，吼、哦，到离卦呢，坎离为30笔，就讲上经有30卦，啊，下经呢，啊，有34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先来研究上经，吼、哦，甲伊的运用，啊，咱初级班咧讲的吼，拢足简单的啦，哎，啊，拢啥，哎，拢小我点的尔。真正要到深奥的，就是到高级班。高级班呢，伊就一支卦，一熬来解说安尼。哦，啊，不过咱若要读初级班，直接要跳去读高级班吼，我爱保证吼，下都无啥啥了，对啦。啊，就无下都无信心，搁继续读了。哦，啊，所以何伟老师啊，伊就调工，安排这种的课程，有初级的，有中级的，有高级的，吼、哦，也就是安尼来吼、哦，来。因为咧，要讲到啥，哦，咱咧挂牛咯，所以就爱先来报告一挂读易经的诀窍，吼、哦，这足重要的哦。咱易经的诀窍吼，读到了，咱初级班上完，互我来保证。你去看一部经，你就看会着啊，叫做啊，就是咱易经之卷，易经之首，所以咧，所谓易经，你就看得捌，咱易经的版本足济嘛。啊，有个人是讲，哎呦，啊，我怎会看这看拢唔捌啦？迄就是咱无研究易经的诀窍啦。啊，易经伊本来是足简单的经啊，叫做易经，容易的经啊。啊，是安咱怎拢看唔捌？就是诀窍唔知影，像咱咧做工课，骨头唔知影，生死唔知影，无法度人读得入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只要会晓易经的诀窍当中。以后你要看所有的版本，易经的版本啊，咱要看就足简单个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啥，甲咱讲。啊，以我个经验吼，真够好啊！你报告易经哦，易经的诀窍差不多10几种啦，13种至15种遐啦。啊，互我拢会做一解讲安尼啦。啊，发觉讲吼，听到尾大家拢戆去，袂听啥。所以我即摆拢啊切做4块4块安尼就好啊。哦，直接讲事情，啊，直接讲事情，安尼就好啦，啊，无真正拢火气呢，吼、哦，来，好、哦，咱先来报告读易经的诀窍，吼、哦，伊有分初卦，吼、哦，中卦、后卦，甲动爻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要用这要用哈，这就是会当互咱断讲，你请一支卦出来了后，要安怎断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这就是安尼断的啦。易经上界高深的，就是这个功夫尔尔。好、哦，啊，咱64卦报告完，就来讲心易。好、哦，啊，先来报告骨头，哈、哦，来，啊，什么叫做初卦呢？哈、哦，这第一就是初卦，比如讲天地痞嘛，哈、哦，咱有看到哈、哦，这个卦是毋叫天地痞？天地痞的初卦就是啥呢？太卦。什么叫初卦？就是讲伊人牛拢唔对啦，哦，拢唔对啦，拢画唔对的意思就对啦。所以阴的伊就变阳的，有无？吼、哦，阴的伊就变阳的，阳的伊就变阴的。所以辟卦的初卦就是太卦，安尼样看未？宋卦的初卦就是明夷卦，是毋只乾的，只是阳的，阳爻全部拢变阴的，阴的变阳的，阳的变阴的，阴的变阳的，啊叫做初卦啦。知影吼？听有啦吼？
改歌的曲歌是啥？家庭歌是安那？伊顶面两个是音的就变用的，用的就变音的，好无？吼、哦，而且看歌的啥曲歌就是离歌，吼、哦。所以你啊看，咱个来想一下，先天八卦是毋是乾卦在南方，坤卦在北方？所以乾坤两支卦叫做曲卦，哎，坎离两支卦嘛曲卦，哦，兑卦甲震卦嘛是曲卦。哦，啊，顺卦甲离卦嘛是啥？顺错卦，所以叫北卦相错，就是安尼来啦。哦，恁听有清楚吼？好、哦，比如讲这个吉卦，吉卦的错卦是啥？听得模糊吼。你也毋捌听过嘴读嘴唱吼，真正听得模糊啦吼。都、哦、只要是伊也讲错卦啦吼，即是错卦，就是这支卦拢画唔对，啊叫错卦啦。啊是安弄对？你的用的你就要变音的，有安尼吼？啊，音的咧就变用的，用的变音的，用的变音的，用的变音的，音的变用的，安尼。所以结果出过来这支歌，啊，这支歌是啥？山水，山水，蒙啦吼，嘿，哦，蒙歌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结果出过来就是蒙歌，安尼俩，还有简单无？啊，简单讲，蒙卦、错卦嘛是吉卦，意思是同款的吼。啊，错卦，安尼就第一个呾读会诀窍啊。所以这上个基本的你拢爱捌。所以易经伊歹读，毋是歹读，是咱毋知影，爱千变万化。啊，心识嘛是遮咧心识的吼。好来，第二支卦叫做仲卦。仲卦，什么叫仲卦？就是一支卦烧电得病啊。吼、哦，好，我有来有准备来吼、哦。比如讲。哦、比如讲，这支卦伊是啥？择第三含来讲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像这支卦咧是叫做第三含，择三险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什么叫做重卦？我走起来了。好、哦，重卦就是讲，你这支卦是咪爱看叫择第三含，你着变过啊，啊叫重卦，啊你有简单无？哦，足简单吼。哦哎，这几支卦三并过，安尼就对个啦，安叫仲卦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啊看遮，光卦三变得并是毋是变零卦？吼、哦，你看遮是毋是安尼？水离遁啊，三变得并是毋是啥？山水蒙，吼、哦。江卦那三得并是毋是龟梅卦？吼、哦，伊就是安尼。所以易经伊就是安尼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就啥会互感觉吼，真趣味啊！吼、哦，错卦会啊嘛，中卦嘛会啊嘛吼，中卦就最简单的三点得病安尼尔尔。吼、哦，啊有啥有八支卦，就讲你三咧嘛是迄支卦，三咧嘛迄支卦，像乾卦有无？乾卦你三点得病嘛是乾卦，吼、哦，咁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啊坤卦嘛是同款，你佮三点得病嘛是坤卦。吼、哦，所以有八支卦，吼、哦，咱啊就是拢想即种个经营就对。吼、哦，来，这无问题啦吼、哦，这较简单。吼、哦，荷卦较困难啦，哎，荷卦吼，荷卦咱讲一下，咱遮吼有一个烦恼就对啦吼，啊、哦，迄个啥，即卦，啊，咱要啊想讲，咱今仔同着即支卦好无？吼、哦，同着即支卦，咱的卦即安尼看吼，就是讲咱有六爻，即第一爻、第二爻、第三爻、第四爻、第五爻、第六爻，吼、哦，安尼。啊，福卦就是啥呢？就处于一二三爻，一二三爻，处于第一爻、第二爻、第三爻，啊，就是伊的下卦，吼、哦，我分到遮就好吼。即、哦、两三是毋是比离卦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啊来，两三是比是毋是比顺卦？好、哦，安尼就去卦啦。好，即个啥？阴波遮叫啥？一二三，二三四，好、哦，安尼就是比即个卦。好、哦，啊来咧，要处于现在，就伫第二爻开始，二三四是毋是必啥？必顺卦，对不对？啊来，三四五是毋是叫乾卦？啊咧，搁一支卦。啊来，要处于第三支卦，伫第三开始当，三四五是毋是乾卦？摆在底，吼、哦，四五六对卦摆落顶面，啊咧，啊所以这支卦就是啥？现在，用这支卦。哦，现在啊，第一支八爪的卦咧，就是啥过去，啊，这支卦咧是未来，安尼样看呗。
这几个花吼，这几好多一人听的无啥啥，吼啊！伊的口诀就是啥？伊的过去的一二三二三四，就是伊的过去卦；二三四三四五，就是现在卦；三四五四五六，就是未来卦。安尼，所以以后这有啥物好的好处？就是以后你啊帮人去请卦，这支卦请出来，你就有法度用哪一种的方法就好啊，方法你就有法度断你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安尼有厉害无？迄易经真正够赞的对啦。啊，有十几种的呢，咱用一种就好啊。所以我个毛做只用荷花，荷花拢用动脑尔啦，动脑足简单，好，所以我个讲一件吼，以咱阴谋家来讲，这支卦伊的一二三是咪对卦，对不对？二三四是咪对卦，所以呢，对卦放伫下底，对卦放伫顶面，就是啥？对，雷泽归咩？吼、哦，这支卦的过去式就是安尼啊。要动伊的现在，就是啥？二三四雷卦。三四五是毋是进卦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呾进卦行动的放在下底，进卦万动的放在顶面，安尼就是必依卦，依卦就是现在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呢要断伊的未来，就是啥？哦，三四五是毋是进卦，直接来放在下底，四五六哈坎卦来放在顶面，所以就必叫呾坎卦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支卦当出来出了后，你就讲啊，你过去就是归命卦来的，现在就是依卦，未来是坎卦。哦，啊呀，看，这就看问什么代志啦，因为所有人咧问的角度拢无同款，有人问事业，有人要问投资，有人要问娶某，有人要升学，有人要有诶无诶，吼一大堆哩吼，啊，你着爱家己安去断啦，所以以这支卦来讲，做事业好唔好？无好，你敢知是安那无好？是安那讲？伊挂着讲伊用啦，着讲即个时机还袂成熟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个过去势着规模挂着讲吼，规模挂伊做生来讲讲，伊做个囤货啦，做个买货啦，贵嘛吼，着囤到规厝经安尼着对啊叫贵啦。啊，你着是上高囤啦，上高买啦，啊，所以你真毋只想要买。哦，啊，不过你就是无经验啊，物件做出来袂比人较好啊。啊，你即若无卖，佫无代志，你也卖落来，坎卦，坎卦数大人卦，后壁咧等你。所以你若当着这個，你讲安尼唔通，绝对唔通，还是着咱帮人动卦，安尼足简单吼、哦，对无？所以就是安尼尔啦，哈。所以叫做互卦，吼、哦。啊，互卦又较困难，互我佫做第二界，吼、哦，佮两支卦来做解说。就先，咱若当着先卦来讲，哦，当着。要断的过去了，哦，那这两三是毋是顺卦？哦，三那两三是毋是对卦？所以过去卦叫必大过卦，哦。啊来嘞，两三是是毋是对卦？哦，更多来对，三四五是毋是进卦？哦，六七跟那第一则归咩？就是伊现在卦。啊来嘞，三四五是毋是进卦？就只四五六是毋是坤卦？所以未来叫做复卦。复卦伊就是安尼算的啦，所以这只骨头尔，这也无人讲真正三不了啊问，吼、哦，啊咱听话吼，听下无了无要紧，等下较去问班长，还是迄、那个吼、哦、问咱这干部吼，吼、哦、啊去请教一下吼、哦，啊这句咱是同款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安尼算的，一二三，二三四。啊，来第二卦二三四三四五，好、哦，啊第三支卦四五，啥三四五四五六，好、哦，就是安尼摆态，好、哦，这拢叫做互卦啦，吼、哦，来动摇，哦，动摇较简单啦、啊，今仔讲的上困难就是互卦，互卦吼上困难，动摇咧，咱以后吼、哦，咱来用请卦的时阵，咱来养成一个习惯。因为咧，以心意来讲啦，吼，咱这部功夫叫做心意，心意，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动出来，一定叫做心意，嘛叫做梅花心意，吼，这是邵康姐吼，伊所做嘅就对啦，哦，啊，足厉害啦，吼，啊，动脑咧，比如讲，咱若去动着这个结果，啊，我去动着第二脑，啊，你来画一个图啊，吼，安尼，爱阿未？好，啊！你画这一个表啊，代表其他牛拢无动到，动到第二牛，安尼。好，啊，动到第二牛要用啥？这个卦就代表现在啊，
吼，我讲就是讲一种个骨头的，会当一种个断法啦。啊，因为我较早讲讲的吼，讲啊，我到底是要学倒一种啦？我讲拢会使，就你个人的兴趣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以我来讲的，我拢用动脑尔一种尔尔。吼，动脑的吼，走遍天下。啊，你讲安尼，其他阮就免学啊，唔是安尼。因为以佛法的角度，就一定爱讲清楚。以后恁要看啥，所有版本你都看会着去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安尼咧啊，较会圆满。好、哦，啊是毋是这支歌当个电影啊？打这支这牛爱动尔尔，其他都免动，啊叫做动牛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支歌当个变啥？吼、哦，这拢同款，拢啊抄过就好啊。啊，但是错歌词拢唔对，拢啊改过来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唔是，这音牛是必用牛。哎，啊，这个用牛个抄安尼得啊，啊是咪变个啊怪卦，安尼，啊叫做动牛啦，是咪继续简单个啊？吼、哦，好啦，咱以这来讲，欠卦个动着第六爻变啥？见卦，因为下底五爻拢卖叮当，顶面阴变阳，安尼就变见卦。吼、哦，以水卦来讲咧，动着第一爻来讲，因为六十四卦无一定去动着第几爻，无的确个。所以好啊，唔只讲咱六十四卦爱熟，因为你咱若动了，啥，这支卦是啥，啊动后就是啥，爱随出来就对啦。吼、哦，迄种的诚啥诚信吼、哦，较有够力。吼、哦，来啊动着第一爻是咪叫啥？顶面五爻拢无啥，无叮当，下底一爻阴变阳，就变脆卦。吼、哦，是咪安尼？来，即卖动着顺卦第二爻。以人来讲，是毋是只阳的就变阴的，其他拢无变，就变阴卦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动脑是毋是结束简单咧？吼、哦，这应该无问题啦。吼、哦，来，佮讲一个较困难咧，较深度的吼。啊，会当动两脑，啊，当动三脑，当动四脑，当动五脑。哎、哦，你讲啊，太安尼，熟悉啦吼。咱要学着学法较精的，啊，无好我着讲动一脑就好啦，着佮讲遐济要用啥？因为咱啊，未免吼，到迄个中级班。有一个大演法，什么叫大演法？大演法就像人个算命吼，用五十支签安尼算，迄叫大演法啦。吼，啊，迄拢有可能，有可能动五爻、动四爻拢有可能啊。啊，心意咧，拢固定动一爻尔尔。吼，啊，伊动两爻要哪讲？哦，咱先来看看遮啦，吼。伊动两爻就是迄两爻动尔尔，其他拢卖动。比如讲，哦，结果我动着这两爻，是毋是啥？这爻无动，这爻嘛无动，对不对？这爻动啊，用要变阴的；这爻无动，这爻无动，这爻有动，用的变阴的变阳的，啊变啊咧，是不是变这个卦？吼、哦，就只要你有空余空，就是用变阴，阴变阳，安尼尔尔。不管你动三爻好，四爻好，五爻啊好，拢同款意思。就只要是你有空余空，就是用变阴，阴变阳，啊其他无话，就是卖动。吼、哦，啊是不是变做啥？天雷无妄，吼、哦，无妄嘿，对，嘿，背了够熟了吼，真好。后来，比如讲，咱这支卦，考考各位，啊，安尼嘞，动个四爻嘞，变啥？爱画一下较知啦吼。这是阴的嘛吼，这是阳的，这是阴的，这是阳的，这是阴的，这是阳的，哎，拄啊好呢，火水，火气，嘿，火气哈，嘿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是唔足简单咧？第二个无讲咯，歹势哈，哦对，啊变啥？火地金，火地金，啊所以算易经就是讲心爱足静的，无你一熬啊画唔对吼，啊规个就都唔对起来咧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后来咱来看遮，你卦当着第二熬甲第六熬是毋是啥？当着比大众卦，吼、哦、就是像安尼，吼、哦、啊家人卦第一熬、第四熬、第五熬当了。阳的变阴的，阴的变阳的，第一爻阳的变阴的，所以拢变愈卦。哦，啊，你啊动着四爻嘛是同款，只要有动的阳的就变阴的，阴的就变阳的。啊，这爻无动会起，吼、哦，茫动，啊，无就上火开始啊。哦，无动你啊动着吼，啊，就唔对起啊吼。哎，啊来咧，第三爻阴的就变阳的，啊，第二爻无变，所以嘛阳阴的。啊，第一爻阴的就变阳的，所以进卦动这四爻就拢变结卦。安尼又叫我好算吧，哦，等于慢慢仔算，我那一画，直直画，叫恁先生啊，叫恁太太来，你来画画，看要动几爻，我拢动互你看，吼、哦，安尼，这就是咧算易经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易经是用算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今日咱报告四种，吼、哦，搁有啥物问题？动爻、
迄个动动脑袋这人吼，啊来台复卦，啊个出卦，个中卦，哦出卦就全部拢变啦，哦啊这无全部拢变哦，这是看你动几脑，甲迄个啥变迄几脑尔。哦，啊，种瓜就规支瓜收，顶多变安尼尔尔吼，所以其他先别讲咩，讲四种就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无真正吼，去听着讲过去吼、哦，来，请咱来看迄个啥，咱上经哦，会解说吼、哦，来，先来报告水利蹲到闭瓜，就是开业开道的阶段，吼、哦，因为咱前尾拜人报告天瓜甲坤瓜，有人讲啊足清楚，天坤两支瓜就是父母瓜。所以父母教法了后，你啊看水利蹲，所以水利蹲挂就是囡仔啦，一个红眼啊出世个啦，哦，性情有够个，哎，啊因爸甲出最水个咧，哎，啊所以叫做开业开道。啊，各位姐呢，你注意啊看，这六支挂有啥物无同款无？你啊看伊只护挂是一个坎挂一只，这叫护挂啦，护挂，哦，哦，这个护挂，啊只护挂是毋是只一个坎挂一只？只嘛一个。哎，遮嘛一个，有看到无？所以遮嘛一个，啊，遮嘛一个，哎，啊，你讲哎，太遐奇怪哈！人生降世到这个世间上当中，啊，太坎坎坷坷啊，啊，事实的啊，无各有前缘，到有人讲你一世人足顺的就对啦，应该是无啦。伫囡仔时代到少年时代到这个时代到老人时代，拢袂啥，袂太顺利啦，拢啥，拢有真侪拖磨就对。所以坎卦是毋是含量？所以人正人家来讲，人心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啦。所以咱来到这世间吼，哎，吃苦足正常个啦，哎，碰到困难嘛足正常个啦，哦，啊，足侪拖磨个啦，哎，吃尽了苦中苦啊，哎，这那就伫世间咱做人应该爱碰到个，因为易经人排较错好个，你出世了，你就一定爱碰到六支含量卦叫做坎卦。啊，毋过碰到含量感觉。甘歹，愈含量你的地位愈有。是安怎讲？伊的另外一种的解释叫地位，坎卦的地位啦。哎，你无碰到含量，你地位啥袂生出来。所以古语唔叫一句话讲：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啊，是毋是含量就是啥一事嘛？吼、哦，啊啥？哎，恁的地位才会生得出来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好话讲，真难报告一个上有地位的故事。哎，较早吼。就是一个婆婆啦，哎，吼、哦、啊，甲一个新妇，我新妇足友好个大家哥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一个伊妈妈吼，哦，就讲吼，哎，就两个拢带去清教所去转来啊，哦，啊，两个相依为命啊，哎，啊，结果吼、哦，啊，咧修道，啊嘛咧啥，甲这囡仔是说，吼、哦、啊，生活当中过了嘛咋，只圆满，无啥物啥坎坷之道啦吼。哦啊，结果有一天吼，伊妈妈同我破病，哦，啊，咱若破病吼，等下头壳发烧啊，头壳紧戆紧戆，哎，有当时拢乌啥胡思乱想，哎，啊，伊妈妈一定请到三四天啊啦，啊，但形容吼感冒着吼，讲啥呢？讲伊想要食迄辣汤啦，安尼啦，哎，各有情人啦，如果你也是迄个新妇，你会安怎？妈妈请到啊，特别食辣汤，哦，这代志大条啊嘞，啊，要安怎？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新妇吼足巧的，因为咱只是要讲地位嘛吼。所以即摆吼，伊新妇拄好看外口咧囡仔伫遐耍个迄个啥竹啊，哎，伊讲啊，安尼好，我来啥，我来想一个办法，哎，伊就同妈妈讲，妈妈，你要食辣汤哦，好，我来买，哎，我咧菜市哦，见遐大脚脚脚轻咧，吼，啊，你好好休息啦，吼，啊，伊妈妈目睭吼足雾个，足歹个，对。结果吼、哦，友好的新妇就走出去啊！啊，结果伊毋是去买哪啊啦，伊去买啥老姜啦、姜啦吼、哦，啊，搁去吼捡几粒啊石头啊，啊，这卖捡捡的吼，好哦，就雕工在妈妈面头前，遐洗哦，叽叽格格，叽叽格格，叽叽格格，伊讲好，妈妈这吼咧拉吼有够大面的，有够大坑的啦，这一定做好食。哎，啊，洗甲叽叽格格好啊吼，讲妈，我摕入来煮哈，啊，就摕入啊。啊，摕酒煮的时阵嘛好啊，怎卖也好啊，而且嘛，迄老姜哦好，讲哦当当当哦，啊，当然啦，迄石头我洗到足清气哦，较容易控安尼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计嘛控控了好，就捧起互妈妈食。伊妈妈好，闻到这有啥姜味有够重哦，啊啊，闻一下足欢喜的，讲好足久唔捌闻到这啊。
哦，我着大嘴大嘴吼，就碗头啊，那迄姜母尖吼，诶，控着头啊，这吼，伊冻做打肉汤个，大嘴大嘴来灌落啊。哦，我灌灌个吼，连续食两碗，诶，隔天拢好去呢。啊，你毋知先哪好去？啊，着感冒啊，着风寒啊，啊，食姜母汤着鼻风寒出，啊，着好去啊。吼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好去了吼，拄啊，啊那一工营养是遐济，总共叫伤着啊，惨啊！啊，我伤口呢，啊，我食辣汤呢，哇，开始哮啊啦，哎，啊，目屎就飞袂离啦。伊媳妇讲：“哈，妈妈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哎，啊，伊甲大媳妇讲惨啊，啊，我伤口去食着辣汤，啊，我这老糊涂，就是老糊涂，啊，要安怎啦？”伊媳妇吼，雕工个石头啊，甲个皮拢老老的，哎，知影妈妈发觉啊，就摕出来看，妈妈，你放心，哎。迄天我滚的不是辣汤，我是石头啊汤，安尼对啦。哦，伊妈我听着足欢喜，讲好佳哉，我这有孝媳妇，有地位会晓解围。哦，啊无我若老糊涂，你真正用迄辣给我吃，啊我真正破功去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足无彩啊。所以咱人生在世间，虽然碰到足侪含念，碰到足侪啥坎坷的，啊，咱就是爱有智慧来面对。尤其咱即届修道，更加爱有智慧。咱若修得无智慧吼，唔知咱咧修啥呢？咱咧食菜，咱若无智慧，咱唔知咧食啥物菜呢？哎，所以阵修得心性足重要，无唔对。唔过咧，智慧更加更加重要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圣人安排这卦，就是讲咱一定爱遭受了足济拖磨，哎，真多真可过难易啊！有情无情是刺金枝啊，美玉争夺风生气啊！坚持风林无分推，吼、哦，咱若无真正安尼地位产生袂出来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就是啥开业开道的阶段就对啦吼、哦。来，咱一卦一卦来解说吼、哦。第一句卦咧叫做啥？水里蹲，啊、哦，水里蹲咧，伊代表着啥？囤积的意思，吼、哦，人讲囤积囤积嘛，吼、哦，就是物件囤到一世界，这嘛是囤卦。哎，啊，为难是啊，什么叫为难？因为伊叫做四大难卦之一，真该有咱报过过啊，吼、哦，伊是四大难卦，嘿，啊，所以叫做难呐。所以咱啊问啥物卦啦，吼、哦，要做事业啦，要投资啦，咱只要动着水里蹲，互我建立拢卖啦，真正啦，真正。你啊，要投资一千万，互我讲，你动着水里蹲，你搁投资了吼，一千万都无看哦，迄钱啊，等到最高可以碰一下哦，你啊。第去投资迄落，他不应该投资的啊，嘿，啊来含贴着碰着就无就对啦，哎，所以这易经就是安尼吼。后来代表了啥？初生，啥物叫做初生？就是父精母血交合，有无？头前乾坤两支卦交合了，就是啥？一个囡仔出世啊啦。哦，啊，性呢足厉害，伊嘛借啥？借一个人咧功德，借这个本咧功德，所以这个对于蹲就是一支超爱艺术。哦，啊嘛是那像一个人个啥会出生哦，啊所以了嘛人之初性本善，嘿，咱人呾出世哩，这时阵上个纯善，哦，你看有目睭唔免看，有鼻啊唔免喘气，有嘴免食物件，用耳啊唔免啥唔免听，伫妈妈个巴肚内啊，嘿，迄是他胎儿个时代呢，所以迄阵是上真上纯上啥上美个，哦，啊所以。啊，十个月怀胎到啊嘞，哎、欸，一个生出来啊，所以对立蹲就是啥，一个囡仔呾出世的时阵的意思，吼、哦，嘛代表一切万物创业的开始，吼、哦，那就讲，咱若要咧做生意，啊，我想要卖一个早店，要做啥物生意，呾开始要丢币，安叫对立蹲呐，哦，就创业的开始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伊嘛代表四大难卦，所以咱若碰到四大难卦，拢爱特别注意。只要是要投资的哦，要有啥物迄落啥，金钱内容的，拢莫动伊啦，吼、哦，拢茫叮当着得，吼、哦。哈，咱过来看搁较详细吼。所以你看伊护卦，就是水，代表地球打开始的时阵，拢就是一片的水分，而水中充满了即个啥阳爻，所以叫做生机。所以呢，水里蹲上介好，迄啥，伊种啊上介重要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呢，伊代表了啥生机。伊若无生机吼，咱若水里蹲就拢无去安尼。嘿，所以就讲这个初爻上介好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初爻是倒来，就是日本来是地五爻，伊共活落来个啦。
哦，所以咱老老师你就知，叫做衣柜下间摆着名牙，哦，就讲我本来是电王牛呢，我本来是君王呢，不过我甘愿扩个鸡的鸡鸡来参第一牛，第一牛代表百姓，我君王甘愿来参百姓斗阵，了解民情啦，安尼就得啦，安尼。衣柜下前代着名牙，也就是安尼来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伊讲这吼，拢就是水分。你比如话，咱地球上界起早无日落时阵，就是水。所以地球有三分之二拢就是水，拢海洋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来看一下，你毋知含水都会感应呢？咱敢捌看过这？吼、哦，这是日本吼、哦、有一个人吼、哦，伊用水来做一个示范。哎，讲这个啥呢？讲这个水吼，啊那有那会那，哎自哎来自水的啥信息？啊，你若讲好话，有哪听呢？你若讲歹话，有哪听呢？啊，足厉害呢！哎，啊，包括伊听啥物音乐会变啥物啥，变啥物迄个结晶体拢无同款，吼、哦。来，咱来看卖吼，因为足济，啊，互我出重点就好啊，吼、哦。好来，咱即卖咧用，这个是日本人做实验的啦。哦，啊，咱着注意个重点。伊讲哦，一杯水来听音乐，啊是一杯水用啥？用文字打伫个顶面，啊看会变啥？吼、哦，来，第一你啊看，伊讲吼，迄水吼、哦、听音乐，吼、哦，互听迄个啥交响乐曲啦。啊，伊当听即个交响个乐器了哦，你敢知影？伊个水吼、哦，啊，照出来，伊个结晶体吼、哦，都变这种个，这种就有够水个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你啊看，迄水听音乐，伊个结晶体足水个呢，吼、哦，听这种个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咱来拍麦。伊听啥呢？听肖邦钢琴，这块歌叫做《离别》啦。啊，迄、迄水吼、哦，听听都变安尼，那像迄啥结晶体拢分开呢？你啊看，哎，有厉害无？会听《离别》呢？伊真正《离别》呢？哎，所以水有哪有啥有感应就对啦，哦，过来。哦，即卖呢，即种就是听个啥呢，较热门呢。不过伊个歌词内底吼，哪像咧闽南同款啦。哎，啊，所以显化出来你看，迄水个结晶体规个就拢无同款啦。规个你看，哪像迄破草布还是破啥物物件呢？哦，啊，所以无同款的音乐。造成了的结晶体拢无同款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即卖听猫王，诶，即个啥心脆的饭店，哦，心脆的饭店就分离啊，就对啦。所以啊，涉及有三种度，第一种度，诶，对手并者，讲伊的结晶体都分开啦，嘿，心脆啊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咧，你啊看伊啰啥，诶，都安尼，拢一线一线，一线一线啦。哎、欸，啊，第三嘞，伊拢变一个即个形诶，吼，心形诶模样就对。哎、欸，啊，你看迄水听音乐有哪变化呢？吼、哦，过来，伊听迄落叫啥？藏经，藏经就是大妈遐藏经啦。像咱只讲念经就对啦。啊，迄水听迄念经，你啊看迄结晶是遮水。哦，搁发黄金色诶咧。所以咱呐人吼，加读过经卷。无形当中，咱阿拉也是会出现足好的磁场出来，就是安尼来，吼、哦。啊，佫毋是安尼俩，伊佫用文字哦。伊讲啊，打字句啦，哦，这水毋是看英，毋是看花语尔嘞，伊看看字句，看迄啥英语啊、德语拢会通嘞。伊讲啊，打啥？打讲爱、感谢，安尼俩好。伊的结晶体你啊看，就快遮水啦。哎，伊就呾打字尔嘞，吼、哦。啊，包括吼、哦，伊来用负面嘞。啊，写啥？写讲真恶心啦，真讨厌啦，我要来台上死啦，安尼啦。你啊看伊坐顶里边这，安尼有惨无？所以咱真正讲好话足重要，就是安尼啦。因为会啥感染好的感度啦吼。所以呢，哦，伊这样搞无啥吼。所以就来讲啊，在爱甲感谢的啥字条当中，你啊看伊变出来坐顶是有够水的。哦，所以才着叫咱着啥做好事啦，讲好话啦，吼、哦。嘿，啊，遮呢就是无大诶，哦，伊种一种诶做一个比较尔，啊，遮较无啥，哦，较无明显，哦。包括因在迄啥日本诶，佫用无共款所在诶水啊，翕伊诶结晶体，
吼，听讲啦吼，伫太阳翕开啥水，就是安尼，嘿。啊，因遐咧有一间啥神社，就是像咱遮个庙共款，伊遐最出界翕开就是像安尼，像一粒莲花安尼啦。哦，所以你啊看，咱讲修道有莲花，人侪绝对有可能的哦。吼、哦，好来，讲伫迄个啥富士山的最出界翕开就是像安尼。哦，啊，伫迄个洛基山脉遮翕开就像安尼。哦，啊，包括咧伫珊瑚的边啊，有触到、触三到，就是拢像这。所以，逐个水的结晶体呢，拢无同款。哦，啊，上个重要呢，就是啥？人讲咱人爱心存善念。哦，你啊看一个水，伊都会感应的呢。所以呢，你啊看，咱敢知影，咱上清下浊就是安尼来的啦。所以话人讲上清下浊会治百病，我讲绝对正确。因为伊予咱啥，会单子伫遐叩首啊，啊伫遐拜几啊拜啊，几啊百拜啊，吼、哦，啊你啊看这啥，予诸佛菩萨来感应了，这水都比结晶是足水的，啊足水的了，伊都有比疗效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咱当然咱袂使讲伊会当安怎，啊毋过呢，着足侪人食啥，食上清的水都拢治好的。予我讲一个实例，予我去迄个石头报过一间吼。啊，有一段时间，啊，结果吼、哦，有一个叫做陈永峰啊，伊个名称，互我都差一字尔啦。互我叫永峰，伊叫永峰啦。哦，啊来吼、哦，就讲啊，老师老师啊，吼、哦，阮囝吼，嗽两三个月啊，嗽拢袂好势。我去找医生啊，有讲太无，中医啊，找西医啊，找，嘛去问王爷，啊嘛去问啥物青阿公、石头公，拢问安尼。啊，真正就拢袂好。好啊，就讲啊，人无我都得爱靠神啊啦。啊，好，我本来啊讲去哪去啉迄大悲水啦，大悲水咱会用厝诶。哦，讲到遮先做人讲讲诶啦吼，咱着用一杯茶啦，吼啊，放到头前，你双手合掌，念大悲咒，念七七四十九偈，即杯水着比上安尼啊，有侪整体啊，即杯水着治百病啦。所以人叫做啥？大悲水的，大悲咒的水，哦，迄杯水做好。啊，不过吼，真麻烦啊！你得搁伫遐念七七四十九偈，念来爱念偌久？哦，要几点钟的？念到手酸啊，念到嘴酸啊！爱讲啊，无要安怎？好，我就讲啊，无你来开动，取上啥？咱的上清，哦，爱讲要安怎取？好，我就讲啊，无你就参大主讲好势，看是要走线香啊，还线香，啊来参大主献香。哦，啊，献了好了吼，你万只走嘞，你着啥？万只爬开，哦，啊，你叩求罗宝，吼、哦，弥勒祖师、济公老师、活佛菩萨，地主是啥物人？啊，阮祖囝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到这烧拢袂好，吼、哦，啊，求罗宝，求啊，弥勒祖师，啊啦，会当啦来保佑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要，佮佮加一个100叩首，拜拜了，你要转去啥？上清啥？上清的水，佮早转互恁祖囝啉。我好啊！迄阵慢慢啥物灵感都安尼啊讲咧，啊你敢知影？因为迄阵我那站咱感觉一礼拜去一撮嘛，隔礼拜去尔尔，好，伊总欢喜个，讲老师，阮祖囝好啊呢。啊你看真正治病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就是啥？这就像这个道理，吼、哦，你啊讲好话，伊水个结晶起了足水个啊。啊你去啊礼拜，搁念经好听，搁啊叩首，啊诸佛菩萨搁来加你，这杯水无同款啊呢，嗨。所以，予我建议咱岛啊，说佛堂的这上清下浊的水，唔茫学袂倒样夹，嘿，热无彩嘞，尽量摕着道心去食，吼、哦，啊无真正也无要啦，无咱要爱咱家己啉，也拢足好个，吼、哦，所以唔茫拍算去啦，吼、哦，嘿，啊，所以你看，这个水伊就啥有种感应，啊，所以咱人来到这个世界当中，就是拢在水啦，水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涵养有够侪就对，吼、哦。不过含量当中就变成了生机，啊！你啊看伊咧一个一，有无？吼、哦，这位一个一，啊，这咧就是啥草啊根，啊，吐出来咧都是一定不给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咧，咱就一个草啊一定不给啊啦，代表着生机啦，有无？咱啊，你啊种豆啊啦，种啥？你看到剥出来，你感觉足新鲜无？哦，好，我最近我咧学种菜吼，看到迄个生哦，足新鲜个咧。啊，毋捌栽过迄白花菜吼，迄白花菜吼，好，迄个开足艳的，啊，结果吼，迄个花啊，足细粒尔啦，我搁啊骗到有当看呢，啊，毋过看一工伫大滴大滴大，哦，有够新鲜个了，对啦，吼，啊，所以，迄个安尼，咱想迄种感觉就对，
吼、哦，啊，不过伊就是上幼，吼、哦，啊，上啥上需要人照顾的时阵，你唔忙去啊打着呢，啊是啊惹着呢，惹着伊就翘起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就是安尼吼。以囡仔来讲的，代表一个囡仔，拿出生了了，嗷嗷待哺，需要呐，咱大人啊，用爱心、用耐心来啊照顾伊，哦，所以水里蹲伊的意思也就是安尼啦，哈、哦。好来，那就一个创业的开始，所以人讲做事起头难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用下怀的奋斗，较智慧来创新，所以那就讲咱今仔日我咧问事业，我来做生意好唔好？水里蹲，大家讲唔是唔好，叫做时机未到，慢只咧。吼、哦，啊，慢只要用啥？你着用一块粉瓜，块粉冻的瓜，粉瓜就是啥？正瓜嘛，对不对？正瓜就粉冻，就讲你爱比别人较打拼，比别人较努力。人一工啊做八点钟，你爱做十六点钟，啊，要用啥？去学功夫，学功夫啦，去研究，吼、哦，啊，研究啥？研用你的智慧出来，看破了智慧啊！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行动付出出来，去研究人无法度的。哎，你啊看，就像迄清新迄个泡沫红茶无？伊迄就是去研究、研究、研究，刚好红点解个哇，拄啊湿拍。哎，哎，即卖吼，得安怎泡、安怎行、啥物行、几分钟安怎泡茶，啥茶偌济、糖偌济，拢嘛做笔录开。哎，大概就是拢安尼泡啊。啊，研究一届成功了，哦，钱赚走袂灵呢。哎，因泡沫红茶，你唔知啊？但迄间讲要加入因的加盟店哦，讲爱百二万呢。啊，进台湾全省哦，讲啥？咱中南部一定拢排袂落啊，拢你搁要啦啥加盟咯？伊也无爱互你啊，就对啦。因为因有一个关键，讲一个砖头一斤俩，一个砖头一斤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你啊看，这就是安尼。所以咱来讲，人着水里蹲。就是讲要创业，会使，你就是爱有这个心态。你若无比人较牛，还是无比人较特先吼，拢要对后遐对人伫后壁落行吼，安尼袂进步啦。咱这个时代就是你爱创新啦，哦，爱啥发明无人有诶啦，啊，迄你要参人啥，参人吃饼这个事业，你都可能啊，哦，来，过来呢，吼、哦，伫人生来到世间当中，哪是有坎坷同款？所以呢，那坎坷的含量，所以咱用化，所以叫做千百，千百有化身。衣柜下贱，看咱大德名言，吼、哦，什么叫衣柜下贱？哦，好，我来做一个比如啦，吼、哦，像好我当时呢，来负责咱高雄遮，啊来，大家拢无熟悉啊，啊虽然几年拢有熟悉呢，啊，不过德政足侪拢无熟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点头是搁符合咱这个名啊。啊，要安怎？所以咱得啥用这部功夫叫做衣柜下贱。所以呢，我讲这不是了，不要讲咱老，是要来讲要安怎做一个领导者啦。哦，你也真要拄有一个书面讲哦，以后点乱输啦，还是讲你伫校啊，啥物人啊提拔你是主任啦，还是讲迄落啥总干事啦，还是吼、哦、咱公司的董事长拢好，只要有机会你是徛伫官位的。咱就爱哭到加加加，真正咧，这就是功夫咧。你若讲哦，徛官位哦，官官高高在上，迄无人要插咱啦。啊，所以互我迄阵哭到安那，就是大家就是拢去拜佛，因为咱互我拢唔知影，啊，即嘛要请组长一个招咱去，哦，啊，一个去拜佛，哦，安尼大家感觉就不同款啦。一方面来啥，参与熟悉一下；一方面来了解一下；一方面来关心一下。吼、哦，这步棋足重要嘞，真正嘞，所以呢，这就啥，这就易经的道理啦，吼、哦，好来，所以咱爱何其讲同其尘啊，是安那讲？因为这个凡尘的世界当中，咱等于啥，在尘不染尘，未使去哦，这个啥，大胆敢来污染去啊，啊嘛是得爱伫这个啥，酸风尘的啥世界。一只修一只练，唔只进步，地位唔只提升，吼、哦，所以也就是安尼。来，请各位来看第二支卦，叫做蒙卦。蒙卦呢，代表着蒙蒙渺渺，所以你要看啦吼，啥物蒙蒙渺渺，伊代表着蔽，蔽就是蒙蔽啦。所以你要看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当中，伫西方堕落世界，迄阵是啥？你安尼自性足清澈个呢？是啥？会当心万法个呢？所以叫何其自性本来清净，何其自性定心万法。
唔过来到这个世间三宝世界当中，多啥受气病所苦，物欲所被人八条的，所以咱真较爱修啦。无本来咱拢唔免修的啦。咱若卖去哦，这去个可能砍掉的时阵哦，拢唔免修。哎，啊有啥砍掉？你也看，芒果这一粒山，金瓜地位啊，啊所以金瓜地位去哦，这山若砍掉的，伊的地位走袂出来。所以你就要将这啥顶面的乌云啊，啥拢啊拨出去，所以叫做撇啦吼，蒙昧之枪。你看，这是红眼啊，啊红眼伊哪生出来，哪几个月了，伊才知影啥，拢唔知影啦。伊就知影巴肚啊，要就开始哮啊，哮人来饲啊啦吼，咁是安尼。啊是尿珠啊，痰伊吼，伊袂爽快，伊就哮啊，啊就逐项拢唔知，就用哮的安尼念念啦。所以你看就蒙渺渺啦。不过吼，最近予我发觉一个啥消息，咱拢学界吼足济，最近拢啥拢有带囡仔去啦。你发觉到讲，迄囡仔出世时阵就收三宝啊呢，真正，咱也相信，咱等于吼，咱到阿爷你做要看，第一，伊目睭拢啥斗鸡眼，拢咧照眼观；第二，伊指吼拢会啥，拢会拿去拿上姜；第三，伊手拢硬啊呢。两只手拢用慢嘞，阿爷啊，做主人就安尼哦。第四，伊巴肚咧喘气，拢用巴肚咧喘气。阿等下奥妙吼，首先嘞，咱伫先天内就拢具有安尼啊。再愈大嘞，讲袂起哩啦，忘却了咱家己啥物人啦吼，做无采。来嘞，愚蠢无知哦，忘掉就愚蠢无知啦，当然唔捌啦吼。嘛为着啥？为相隔。嘛代表东蒙天津纯洁哦，这蒙卦。所以愚昧就是讲愚昧无知，啥物咱拢唔知，所以需要是大人呢来做一个教育，来养育，来启蒙哦。启蒙当中，你啊看，也无大家拢做乖啦，啊是安尼，为了做乖啦，像我个祖囝吼，迄就是安尼。迄偌歹骗呢？人讲啥？手无害，你较知爸母是实在有影的呢。迄骗迄大呢，个骗。第二个唔安怎？迄个啥呢？日时吼，乖乖，下暗时啊吼，暗困拢好规暝了，对啦。好到啥物程度呢？阮爸爸爬起，阮妈妈爬起。好到阮母仔骗啊摇，唔听话就唔听话，唔困就是唔困，就是好。好家大人啊，好囡仔，好安尼，好正点啊咧。唔爱掺和我口言啊，是安怎吼？只要和我抱开吼，等下差不多十分钟就点去啊。拄啊，和我上辛苦，伫遐抱到天光啊咧。嘛足奇妙咧。是怎啊直接讲？和我这个组织出事，和我开始迄天来读易经。伊今年一定23岁啊，所以和我读23冬啊啦。就是这个因缘啦，所以和我常常对阿公讲，你地印爸爸吼，转变改变命运啦，所以那是讲伊在咧度和我同款意思咧，所以拢就是互相啦，所以爱好啦，包容，包容就是啥，包容心去照顾伊，来，第二呢，代表了好好的启蒙老师教导人，学啥，学艺啦，插花啦，还是啥物艺术的拢有啦，啊是学功夫啦，啊是学易经啦，这拢就是啥启蒙的老师啦，啊是啥教书的对吼，恁拢蒙挂就是安尼，所以你啊看伊顶面两样啥草啊旁，底了嘞，这个嘞就是门，门砍落来啦，所以你啊看砍落来底，你啊看，就是啥一只猪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讲啥天下砍落来，大家拢一家人呐。猪仔敢好，够钱个，十二生肖啦，互我属猪个啦。其实猪仔上个牛，上个巧，你莫想讲猪仔做戆个咧，真正咧。迄猪仔是大智若愚呢，伊叫人见个空空啊戆戆，你着啥？你啊猪仔饲饲甲肥水水，然后叫个推推啊只肥肥，迄着猪仔个标准啦。其实伊大事拢知呢，足巧个咧，真正咧。所以呢，咱在学猪个啥，大智若愚。所以你看，咱拢一家家伙啦，无唔对啊。所以伫厝里当中要安奈合好，有当时啊，着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，有看到啊，当作无看到啦。有当时啊，着爱啥，有听到啊，当作无听到啦。这功夫呢，无简单呢，吼，嘛听上清楚啦，嘛看得上清楚啦，来，书卦，
哎，师傅讲的讲你需要，我嘛需要啦，哎，所以有急需啦，哎，所以咱从啥，咱大家拢有啥，哎，有啥无方便，哦，咱啊欠钱的时阵急需，哦，对不？咱来约三点半，好，三点半较紧的到啦，好啊，几万块就去撞啊，所以咱较早遐有一个德行就是安尼啊，哎，拄啊伫遐约三点半，哎，啊伫遐吼，嘛要约几万块啦。哦，我就做个变变叫啦，啊，有通做旧就对啦。啊，拄啊，大主敲电话来，讲哦，某美人啊，较紧，人要求刀，赶紧来办。啊，伊拢有这效力哩，哦，啊，无伊阁袂使啊。讲啊，好啦，这无凊彩啦，看要安怎啦，办刀较要紧啦。哦，啊，叫着变来分堂啊啦。哦，啊，伊心阁挂伫遐啦，三点半，三点半吼，毋知要安怎。哎，啊，结果好，就求到着人来，啊，就挂好好，就开始办啦。哎，啊，这嘛是爱先献歌，献歌了了，强烈的话，做一跪三叩首，哎呦，一叩再叩三点半，哟，代志大条嘞啊！上烈听着，哎呦，啊，太奇了，小啊下咧咧念咧怪怪的啦吼，一叩再叩三点半的啦吼，啊，就心拢困伫三点半，哎，啊，所以咧紧急呀，啊，所以心就静不落来，啊，所以咱人吼，就是爱平心静气啦，哎，静落来，地位较会开啦。咱人啊，当地位袂开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当下想啥，哎，人讲欠苦面嘛，都急需，哎，啊，是咧内急，嘛是咧急需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种需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真正需要，甲假的需要，所以其实咱人吼、哦，真正需要足少的呢，各位真的，你敢要相信？你看咱一天食几顿饭，三顿嘛，一顿吼你一百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一天上高开啦嘛，三百块尔啦，敢是安尼？吼、哦，这是较高开呢。像咱学到一个道真哩，我偌欠，伊也食一顿拢一碗饭，一十块，哎，硬五块菜安尼一顿啊，十五块一顿啦。哇，我讲吼，你欠干哩啦，哎，阿姨真正有够欠，哦，阿嘛食到作用呢，迄足奇怪嘞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看咱真正需要足济个，不过咱想要爱个嘞，足济足济足济，看全世界当拢好难觅啦，哦，事实个呢，哎，所以咱真正爱地就开用上路啦，吼、哦。好来，相思相求，什么叫相思相求？你啊看，吼、哦，咱这卦拢有含义哦。书卦咧，你啊看，哎，这爻是毋是去互两个小人包掉的？看卦就安尼看吼，这个小人，这个小人，君子君王去互包掉的，所以是毋是爱真两三个啥？这三个人去救伊，吼、哦，所以君王需要这三个去救伊。哎，啊，等伊救出来咧，这三个嘛需要君王来啊封信。所以你需要，我嘛需要，安尼叫需啦。哦，所以你易经真心实，吼、哦，所以相思相求啦，吼、哦。哎嘛，代表了啥？阴湿啊，哎啥？厌乐，吼、哦，因为呢，伊个大相思就是啥？君子饮食厌乐，吼、哦，就讲咱的需要当中，哇，你知足常乐，会当食甲足欢喜个啦，哎，会当食甲足快乐个啦。啊，就初菜薄饭尔，毋过嘛好，食甲津津有味。所以咱清口的人，大家拢食山珍海味嘞，你敢知？真正山珍海味呢？吼、哦，山珍就是啥？姜啦，啊海味嘞就是盐啦。吼、哦，咱大家嘛食山珍海味，嘿，啊食得心情偌好个，你敢知？吼、哦，啊所以呢，这就不简单了啦吼。啊来嘞，如字，如字就是啥嘞？迟缓啦，迟缓就是讲慢慢啊啦，慢慢啊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大概是安尼讲，啊佫讲个较详细嘞。你啊，顶面的雨，甲下底的那鹅，所以咧，水在天叫做雾，叫做云，叫做雨，叫做露水，吼、哦，这是安怎讲？你啊看，这结果就是安尼看，顶面坎卦，哎，啊，所以坎卦当中是袂啥变啊变水，哦，坎卦就是水嘛，哎，啊，伊顶面就是雨啊，所以你啊看，顶面是不是鱼？啊，伊就是啥乾，乾卦就是天。哎，啊，所以古早字鹅，哎，鹅呢就是天的意思啊。所以咱学字啥，学字篇无讲学字是识字，学字的字就是学天的意思啦。讲咱今爱学天，哎，爱是识字，时时刻刻去温故而知新，啊叫做学天之德呀。哦，伊这个解说就是安尼来。哎，啊，你看这个雨，哎，本来是啥？本来落来就变咱啥沟啊，就流去沟啊水啊，溪恁会变溪水啊，海就变海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毋过咧，佫经过了太阳啊照射了，伊就变啥？变雾变气，
迄气是毋是上升？上升了伊就搁变雾啊啦，啊雾了伊搁积积积就变云啦，啊云积一个高了，哎伊搁拨落来，啊就变雨啦。哦，啊雨佮流去倒就变啥物水啊？吼、哦，所以伊这就是一个循环。咱宇宙当中本来就有一个循环啊，不生不灭的循环，啊唔只咱生生不息吼、哦。啊这离咧就是牵挂叫做天，所以合离时息之，不有一合，所以就是叫咱讲。时时刻刻爱学天之道，天无私教，地无私福，就是爱学这种的精神就对。叫做啥？袂使有私心啦，吼、哦。好啦，君王受训啦，需要下三爻来啊解围，吼、哦，这三台下我讲过，吼、哦。啊，下三爻嘛需要君王来啊提拔，安尼叫做啥？上师上亲啦，像咱今仔上经班同款啦。何况嘛，需要各位前贤来遮捧场吼。咱若都唔来啥，唔来遮捧场，何况就讲互倒啊，伊也听呢，敢是安尼？哎、欸，啊，咱各位前贤嘛，需要讲何况一寡啥易经的资料啊。所以是毋是你嘛需要？啊，我嘛需要。啊，咱大家拢需要。吼、哦，以道中来讲，济公老师哎、欸，需要咱各位多哩，大家啥搭帮助倒啊，一个人出一点仔咧，一点仔咧都有够啊呢。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啊！啊，咱嘛是需要济公老师带人啦，来咱扶持呢。哎、欸，咱若无济公老师来加持啦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咱地位袂开呢。哎、欸，你看有当时啊去到外国，真正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拢也无熟悉。啊，你是要去度什么人？哦，啊，这得靠老师显圣，啊啦，度遐人。哎、欸，啊，你讲有影无？真正逐国都是拢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咱前人哦去印度。啊，去啊，举目无亲啦，啊，拢无熟识，啊，是要去岛上，啊，语言阁袂通啦，啊，你讲咯，奥妙，迄去吼，因着四五个带做伙，啊，行，结果讲一个印度人吼，哎、欸，看见恁军人啦，本来会手呢，哎、欸，紧来，我讲哦，啊是安怎，啊来遮着有人咧招待安尼，啊去吼，伊着带一个会晓翻译的吼去，讲哦，讲啥你敢知？讲伊看到咱前人吼，伊的长相无同款，讲参人无同款。你唔是普通人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前人伫印度拄啊第一个多就多迄个啦。啊，听讲迄个个大地主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印度道母就是安尼封开啦，就是安尼伫封顶开啦。哦，啊，上得到啊？咱到得到？无啦，咱无偌到啦。先不上到啦，先不若要做人吼，哎、欸，你道母就办甲足好势。先不若要做人吼，你要一世人免惊，无一人开啦。哎，啊，咱若生活唔错咱吼，吼，去武士你着呐，武士着无嘛啦，着欠人足侪钱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咱真正着爱学天之道，上天开来咱做一个感应啦吼，啊，所以彼此是拢爱相处，伊需要咱嘛需要，老师需要咱嘛是需要老师吼、哦，来，内怪何故有太阳公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咧我永远拢需要诸佛菩萨。真理的指引不断的开悟啊，哦，所以你啊看，伊只需要，哎、欸，啊，伊只是毋是互卦？三四五安尼叫互卦，互卦是毋一个啥离卦？离卦是太阳啊，代表光明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喂，我需要啥？这个离卦的啥？一普照呢？我需要诸佛菩萨的真理来引导我呢？我需要。各位前人带着老老引进呢，所以咱得要有三不离的功夫，所以要赶紧啥？第一，千万唔茫离开圣地穴，因为咱前辈者会咱牵引啊，吼、哦，伊会咱啥纠正啊，伊会予咱的智慧啊，哎，所以袂使离开圣地穴。啊，第二咧，别千万唔茫离开佛堂，因为咧，咱佛堂就是诸佛菩萨的啥，哎，的交流地。啊，嘛是咱众生来佛堂，才会啥加油站哦，来去外口充咧，无力啦，无电啦，不要紧，来遮充电，来遮加油，哦，充转去就啥，哎、欸，就搁啊信心百足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，唔茫离开佛堂啊，啊，过来咧，千万唔茫离开金刚，因为咧金刚就是咱的啥靠山，哎、欸，有金刚当中人靠不倒啦，咱若无金刚真正咧，啊，对人想哦。啊，忙修忙办，安尼无法度达到究竟咯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爱照着这个因缘，有太阳的光芒咧，不断的予咱的啥会开悟，不断的会予咱的增加智慧啊，安尼咧才会达到啥真正的圆满。所以咧，这叫做书，吼、哦、啊，书挂了就是送挂，所以这看开就是啥，
一个囡仔出世啊，蒙蒙渺渺，需要是大人好啊好啊照顾啊。哎，啊，一个视觉差嘞，可能就啥，哎，后悔莫及就对了吼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请各位亲人来休息十分钟。啊，等下，再过来介绍哦。感谢主持人，谢谢。